大家好，我是梁浩然。前两集我们分别介绍了治安警察局和司法警察局，而今集呢，我们会和大家介绍警察总局的。我身边这位呢，是警察总局的代表黄超文警司。大家好，警察总局成立的目的是要更有效地去指挥和领导司法警察局和治安警察局两个警务机构去执行行动，以提高预防和打击犯罪的能力，确保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安全和稳定。根据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以及政府组织纲要法，澳门特区设立了警察总局，在2001年2月1日透过行政长官的批示成立警察总局。经过一段时间的架构和人员筹组之后，在同年10月29日正式运作。警察总局是保安司辖下的部门，由警察总局局长领导。警察总局局长亦都是特区政府主要官员之一。警察总局的法定权限包括命令和监督属下警务机构执行任务，有效调配属下警务机构在行动上面的资源，集中处理和统筹刑事调查的一切工作，搜集、分析、处理和发布为履行职责所需要的一切重要资讯，审查属下警务机构执行行动的能力等等。王 Sir， 我知道一些大型的打击犯罪行动，警察总局都会担当着协调和指挥的重要工作。究竟警察总局的架构是怎样的呢？是啊，警察总局主要是设有两个中心的，分别是行动策划中心和情报分析中心。而警察总局局长办公室就由协调员所负责带领，主要是统筹、管理和分配各项工作，并且按照局长的指示去监管相关的活动。明白了，不如我们再了解一下各个部门的运作情况是怎样。行动策划中心最主要是协助局长策划内部保安的行动，草拟和更新应变和保安计划，策划和监督属下两个警务机构联合的任务和行动，例如是每年的雷霆行动、东防行动，指导训练和联合演习并评估有关的结果，例如是机场范畴的各项安全演习等等。同时，行动策划中心亦都会因应澳门的治安形势变化而适时策划相应的警务行动。情报分析中心主要是负责收集和分析警务情报，以订定预防和打击犯罪的策略。辖下设有联络办公室，主要是负责对外警务联络和协调的工作，促进警务交流和个案的调查，筹办各类型的会议和警务论坛等等，例如是两岸四地的警学研讨会、澳珠警务论坛等等。资源管理厅是负责提供警察总局履行职责所需要的技术和行政辅助，并负责对局内的人力、财政和后勤资源作出规划。电脑及资讯科技部是负责向局长提供辅助，以便作出有关的决策，维护资讯安全，并因应部门的需要开发资讯应用程式。新闻及公共关系办公室负责协调宣传活动，推动警民合作，以及向传媒发布警务行动的资讯。回归以来，粤港澳警方的合作不断加深，其中每年都会根据三地的治安形势共同制定预防和打击跨境有组织犯罪的对策，并且展开了联合行动，即是平时我们经常听到的雷霆行动。没错，雷霆行动其实是一个联合行动代号。在最近6月至9月期间，警察总局再一次带领司法警察局和治安警察局进行了雷霆15粤港澳三地警方打击黑社会和跨境犯罪的联合行动。是啦，这些大型的行动当然需要市民的关注和配合，一起看看当时的执法情况。雷霆行动一般是为期1至3个月的，广东由省公安厅指挥，香港由警务处负责，澳门就由警察总局负责统筹和策划，领导司法警察局和治安警察局联合执行，目的是打击跨境有组织犯罪，震慑黑势力，净化治安环境。今晚是一个粤港澳三地的联合打击行动，咁系由警察总局负责领导，总共系动用咗大约系230个警力，咁当中系包括有治安警察局、司法警察局、特警队同埋警犬队嘅同事，
目標就是淨化呢個澳門的治安。一連串性呢個行動，我哋係由三地的警方聯合定定了今年係打擊一連串的犯罪，有組織犯罪啦、黑社會犯罪啦、跨境犯罪啦、電話的詐騙案啦、盜竊啦、高利貸的犯罪啦，同埋就係話危機站啦、毒品啦咁啊等等嘅罪案。呢連串嘅呢三個半月的行動，我哋都會打擊。行動當日，各個警務單位列隊受命，整裝待發。當指揮官一聲令下，即刻同時出發，執行獲指派嘅任務。警方會根據事前嘅部署，出動足夠嘅警力同埋多個警種，包括係警犬隊喺本澳同埋離島嘅娛樂場，例如係卡拉 OK、酒吧、網吧等等嘅地點，採取巡查行動，亦都會深入多個娛樂場所同埋博彩機構。行動大部分都在夜深進行的，警員核查進出人士的身份，檢查證件和進行警犬緝毒，遇到違法犯罪分子、身份有可疑、未能應別等情況的人士，都會即刻帶回警局作進一步的調查的。過去多年來，三地的警方曾經共同偵破了多宗重大的案件，起獲大量的赃物，並將涉案的嫌犯移送司法機關偵辦，為三地創造良好的社會治安。而今年亦都透過同廣東省方面的緊密情報交流，成功破獲了多宗涉黑涉毒的案件，亦都是瓦解了兩個跨境賣淫犯罪的團伙，拘捕操控賣淫的內地男女，並救出了多名的受害女子，最後移交珠海公安遣返內地。累定行動有效打擊犯罪團伙的氣焰，體現了粵港澳三地警方共同努力和合作的成果。在歷年以來，在保安司的領導之下，警察總局協調那個治安警察局和消費警察局開展那個雷霆行動，收效是很顯著的。我們在社區當中接觸廣大的居民、旅客，普遍都反映這個活動就是那個對淨化社區治安、建設澳門、宜居宜遊，即係旅客宜遊、居民宜居嘅呢個優秀嘅城市咧，係起到好大嘅保障作用嘅。早幾年前嗰個治安同依家係爭好遠咯，即係差唔多叫做可以講有天淵之別啦。即係好似以前咁，我哋啲貨物放喺度咧，啲人行過咧，咁即係啲小偷啊，就咁立住佢即刻走啦，甚至乎咧啲冬菇啊成箱咁捧咗你去，咁我哋去追佢啦。但係依家咧就冇依個情形啦，個治安好嘅，咁啲遊客嚟到買嘢又放心啦。咁同埋我哋夜晚收到工之後又唔使驚人哋話要爆格啊，又要驚住即係有其他嘢事情發生啊咁樣咯，即係好咗好多，所以值得一讚嘅。雷霆行動係由行動策劃中心咧主要指揮行動同埋部署策劃噶，情報分析中心咧同樣都有重要工作啊，黃 Sir。冇錯啊。咁情報分析中心嘅主要工作咧，就係集中啦、分析、處理司法警察局同埋治安警察局所提供嘅情報，而且作出評估，提出適當嘅建議，以便制定行動策略。咁另外啊，亦都會透過該中心核下嘅聯絡辦公室嘅積極協調，促進國際同埋區際間嘅警務合作。警察總局會同鄰近地區嘅警務機構共同舉辦會議、研討會、論壇等等。目的是加強情報交流和區域合作，這些交流活動是多層面、多範疇的，包括粵港澳三地警方刑偵主管會晤、粵港澳刑事技術交流會、粵澳警務合作會晤、反恐高層年會、粵澳應急聯絡機制會晤等等。交流的主題涵蓋跨境犯罪、聯合打擊行動、刑事情報交流等，亦都會合作提高刑偵技術水準，以及因應形勢，適時探討警務工作的挑戰和對策。情報是主動偵查的，警民之間的信息交往是很重要的，可以對打擊犯罪是有很大的幫助。所以我希望藉著這個《警民同心》這個節目，就加深大家對我們警察總局的認識，就同意繼續去打擊犯罪。情報分析中心的工作就涉及很多方面的，除了剛才介紹的工作之外，我們還會負責統籌特區保安的工作，
負責制定一啲應急應變嘅計劃，同時咧，我哋都會參與一啲反恐嘅工作同埋一啲應急嘅工作。另外一點咧，就係天眼呢個系統嘅設置咧，亦係我哋負責統籌嘅工作之一。為咗落實科技強勁嘅保安施政方針，當局正喺度建設全澳城市電子監察系統，亦即係俗稱嘅天眼。該項目係警察總局聯同建設發展辦公室共同統籌，並且同公務及建設部門、個人資料保護辦公室等緊密合作，以保障各項工作順利落實。咁按照計劃，未來五年會在全澳不同的地點安裝總共1600多支嘅鏡頭嘅。天眼項目將會分四個階段進行。第一階段有219支鏡頭，會率先在全澳出入境口岸的外圍安裝。第二和第三個階段會因應發展需要同步建設，總共有601支鏡頭。鏡頭主要安裝在治安黑點、交通樞紐、旅遊景點以及是重要設施等。而第四階段有800支鏡頭，會安裝在僻靜和存在安全隱患的地點。天眼項目是一個龐大而富挑戰的任務，從最基本的鏡頭種類、信號傳輸方式和材料等都有嚴格的技術要求。而警察總局的策劃團隊和有關施工人員正在落實各項工作，對於每一支鏡頭亦都會實地勘察和評估，以因應實際環境進行設計和安裝。天眼系統會按照社會的發展繼續深化和完善，例如考慮將系統延伸至其他有需要的區域，如新發展的填海區域、港珠澳大橋聯檢大樓口岸等等。天眼的建設是完全按照法律、公共地方錄像監視法律制度的規定去設計，而建成之後，每一支鏡頭的選點、角度和覆蓋範圍等資料亦都會根據法律向個人資料辦公室報批，確保市民私隱不會受到侵犯。警方希望透過天眼以科技帶動警務創新，提升治安交通管理、人潮監控等方面的應對能力，以及積極輔助警方預防和打擊犯罪。澳門的民防工作是由警察總局局長依法肩負起聯合行動指揮官的職務，而民防協調工作是由保安司轄下另一個部門保安協調辦公室負責的。而我身邊這位就是保安協調辦公室的代表余仲軒消防總長。是啊，我想不少市民對保安協調辦公室的工作是比較陌生，但其實我們的工作和市民是息息相關的。我們的主要職能是協調和支援民防工作，同時亦都會對各警務部門的罪案數字進行統計和分析，另一方面亦都會因應社會發展的需要協調和統籌各項大型的跨部門緊急應變計劃和定期進行演習的。不如就等我帶大家去參觀一下我們同事的工作吧。保安協調辦公室正式是成立於1990年，成立初期主要是負責內部保安的協調和參謀工作，及後因應民防工作的日益繁重和參與機構的增加，保安協調辦公室的工作重點亦都是逐步轉移去到協調和製作各個跨部門的大型應變計劃，當中最主要的就是民防工作。民防是澳門行政當局和市民合力推行的活動，目的是防範由嚴重意外、災害或者是災難引起的集體危險，減輕這類型危險所帶來的影響，並且在發生上述事件的時候保護和拯救處於危險的人士和財產。民防是透過民防架構展開的相關工作，民防架構實際操作是由聯合行動指揮官透過兩個行動中心向27個部門和機構收集即時資訊和發出指令的。兩個中心是分別位於澳門的民防行動中心和位於路環的離島區行動中心。27個部門包括保安範疇的部門和政府其他的部門，好像是衛生局下的仁伯爵綜合醫院、地球物理暨氣象局、交通事務局、民政總署等等。其他機構還包括鏡湖醫院、澳廣視、電力公司、自來水公司等等。宇長，我知道保安協調辦公室每年都會按需要舉辦不同的演習，情況是怎樣呢？
是啊，為了鞏固民防架構裏面各個成員之間的協調和控制能力，我們每一年都會在颱風季節之前舉行民防架構會議，同時間都會進行民防的演習的。演習通常都在四月份舉行的，以颱風演習為主，目的是在颱風影響本澳之前作好準備。除了每年的演習之外，其他的民防演習也都是包括已經完成的鄰近地區核電站事故實地演習，而澳門大學橫琴校區應急演習亦都係籌備緊，目前正密鑼緊鼓，為保障澳門的市民安全作好一切的準備。保安協調辦公室除了民防的工作之外，其他仲包括罪案統計的範疇，主要是收集各個執法部門的罪案資料，作為綜合統計和分析，再反饋俾各個相關的警務部門，有助於對罪案的預防和打擊。同時亦都為保安司司長每季度舉行一次的罪案數字發布提供全面的數據，有關的數據亦都會按需要提供俾國際組織、議員和傳媒等等作為研究分析之用。各位，由今集開始我們會加入一個介紹警務工作的新環節。沒錯，今次首先會由我們治安警察局的同事為大家介紹一下違例車輛電子化執法的。為提升執法效率，精兵簡政和貫徹我們科技強警的方針，治安警察局在10月6日就為這個交通檢控就正式推出了一款新的違例臨時通知書。配合我們新抄牌機的使用，我們所有的檢控資料會即時透過互聯網上傳到交通廳的終端機，市民就可以即刻查詢這個違例的檢控的情況，甚至乎是繳交罰款。對了，在這裡提醒大家千萬不要亂泊車了。下一集警民同心會和大家介紹澳門海關的，下一集見。